如果我觉得有一天我成熟了，也到法定的年龄的时候就可以了，喜欢女孩我会下。Thank you.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吃饭了吗？不行，你还是先得把像第一个问题回答我。你刚刚吃饭了没有？我到现在没吃。你怎么？你这个穿的还挺正式啊。我都感觉我是不是穿的？我专门。你说，你怎么念个词儿？妈妈，赶紧的，词儿念完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现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那你吃到了吗？我忘了。吃了，味道不错。怎么可能？可以太熟了，肯定是熟了。开玩笑，但是你这样我怎么看到？